Sandy 吴珊如日前从美国回台湾，已经快两个月没跟大家见面啦。说起跟老公蜜月这段日子，做人计划是不是 ING？ 她本人这样说。没有计划哎，那反正有就生，没有就算了。你看是不是很豁达？反正什么东西又不能计划，那就这样，反正每一天都好好活着。应该是说，现在因为有代言的关系，所以还是有一些限制。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对对对，他就是还没结婚就希望不要结，结了就希望不要生小孩，他就希望我永远都是他的女儿。2023，宪哥要当外公了。张老师好像那天来上我小明大哥班，他还说，哎，我已经有发言人了。麦克风放下，转过来跟我说，哎，你不要闭哦，你不要闭。我说，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这是一种情绪操控，好不好？然后他就说，你跟你妹讲哦，不要闭，不要闭哦。我说，如果詹老师，预测的准，应该是妹妹比较有可能。哦，对，刚刚对不对？他们很酷哎，他跟那个玄彬他们同一天，他们真的是要怎么形容呢？神仙眷侣吧，就是那照片就是完美哎，没有任何一丝可以挑剔的地方。他们很愿意把照片分享出来，然后大家一起参与他们的这一天，其实很浪漫。乔恩也是祝福他很幸福。当然是玄彬啊！天哪，哇塞，这有什么好比的？玄彬、孔刘、许光汉。宋江，这全部都在前面啊。老公排在第几位？我再传进去跟你讲。